士官大名单定妆照发出前，李九局局看五官猜选手，第一个失败，后六个简单。这一视频咱们也来猜猜，看看能猜出几个来。首先，官方有规定，士官大名单最多可以上七人，也就是五个首发加两个替补，所以很多战队的大名单都让人多少有些意外。比如 DYG 大名单竟没有了一直首发的湘军，南京黑手中单换成了边路星痕，狼队老林和黎洛互换位置。AG 大名单下掉极光和九成等等。而就在官方将大名单定妆照发出前，有意思的是，为了预热，官方竟将选手定妆照的五官先发了出来，于是大家纷纷开始猜了起来，连李九居居也没能准确猜对。第一张，居居表示这一定不是飞牛，飞牛的眼睛没这么大，不过从这个眼睛和嘴型来看，应该就是飞牛，所以这张也算居居猜错失败了。第二张就简单了，居居说这是徐碧城送分题，李九也直言道看头发的颜色，没错，相信大家一眼就能认出。而搞笑的是第三和第四张，再看两人的五官形状有些相似，继续说这是达亨没问题吧，达亨其实就是小胖。而第四张，李九瞬间认出了是艾斯，确实小胖和艾斯的五官虽然相似，但还是能辨认出来的，看最近新出阿古的皮肤大熊的脸就知道了。第五张的嘴就非常有特点，虽然居居没认出来，但李九表示这是小易，没错，这就是小易。第六张，两人觉得有点像青青，应该就是青青，从上面爆出的选手来看都是每个俱乐部的名人选手，虽然是青青还是靠谱的。而最后一个辨识度同样很高，忽然就给鹏鹏没得跑了。对此，小伙伴们认出了多少个呢？有不同的看法吗？